缅甸的大货主，他包包里面的话全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同桌的界面，品质的话都是非常好的。你今天不给我看好东西，我就不让你出门了，好不好？好东西啊，小莫，你当什么东西我拿给你？好的，价格便宜的。价格便宜，好的。好的。但是一定要护好啊！这一套是一套冰子的，你们看一下，妈耶，这套颜色好好看呀！它是那种镶层套链的那种项链啊，24680，12颗，12颗，下面还有个吊坠，这个好看耶，这个好冰呀、啊！哇塞，好朋友，家里那么多的高货，你看一下，这个绿的话也是一颗铜托的界面，品相非常好，很干净哦。你包包里面这个好的，你又舍不得拿了，对不对？妈嘞！哦，这个才是好的。咱们保一下眼福啊，这个好漂亮哇、啊，颜色又好又饱满。这个缅甸朋友的话，家里面全都是高货，这些全都是一些镶金的品质。这个也是翡翠，嗯，我这个是个冰糖啊，它这个的话没有镶嵌，它是一个菱形七哥的哦。哇，这个太顶了，这个太漂亮了，我欣赏一下啊。这要多少钱呢？真的没有封底的这个。这个没有封底吗？嗯。哦，牛哎，这一套。Hello， 你看看这些全都是硬的，哎，好好看呀！哎呀哎呀，朋友，给我封个漏嘛、嗯，有没有啥封漏的？这个卖给你，这个卖给我，这个好看，这个我也喜欢。你好，等。这个可以镶耳钉、镶戒指、镶手链。好多人喜欢东西这个。你先别收，我先慢慢谈一下哦。这套如果能卖给我，我把这些爱戴的都给你收了。嗯。这个卖什么价钱了？这个姐姐。3万块钱的，不用打那么高的嘛，给我放个漏嘛，我现金给你买好不好？东西好，姐姐。你东西确实是很好，但是你的价格也好啊。看一下，你这个价格也硬啊，这个算4000嘛，现金买。你给低了，姐姐。啊？我看一下嘛，姐姐。4500，4500，交500块钱。4500。买不行的，姐姐。阿弟他们卖，打他。哎。我弄。没有那么多，我给4500。如果4500能买可以吗？你帮他说还是帮我说？喂，你买多少？我说3万块钱，姐姐，我那么多不说了。4500，我说今天卖价的。贵了，本来一点点，你便宜点就卖给他。请那个托啊，这个托好像也不像着我。4500。少了少了，姐姐，你给低啊。我还要看其他的吗？我又不买你这一件。哦，买不起。卖了没有？你都不帮我说话。去帮我说话，卖了没有？他不卖，好他不卖，这个他不卖，你加一点嘛。我加个毛球，你是帮我说话，你帮他说。把麦开大一点。买不行的，姐姐，真的。真的卖对呀、啊，姐姐，什么卖？加什么虾呀？你跟我的，你不是跟他的，无法嘞。你又乱说，你乱说的，真的。你跟我一起的，你不是跟他一起的。他不卖，姐姐，他不卖，打他。你不用看了。你打他，不用打他，不然你给多少？我给4500，我叫你帮我说话，你帮他说。大不卖，给我卖，我你卖，你说吧你。你卖，哎，要不要？不是你的，你卖个毛球？没事，一样的，没事的，你卖。卖吗？买不行的，姐，你刚冬天，你等我呀，姐姐，一边闲一边喝，姐姐。行吗？4500。什么可能？4500。你看行不行？不行的，姐姐。可以的了，阿弟。这个香酥的好吗？卖了，给你介绍女朋友。我们没有说那么多，我说今天卖价3万块钱。4500。走吧，走了，走了。喂，我卖了。哦。我卖了。你给我钱，我卖了。给你钱啊。给我钱。你确定啊？我确定。你付了吗？不卖，肯定不卖。我那么看不。我卖的。好的。不用那么看了。喂。我明白噻。买不行的，姐姐。来，你给他说。拿走了钱。我给我来。我不行的，不行。我行。你买，姐姐。买不到，姐姐。我给你200抽毛线。给100块钱。喂，不是。给100了。连着两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100块钱。连着两个人。给你100的小费。大明虾贵呀，姐姐。多拿100块钱，我骂你，真的是，老你不好使了。拿走了，大发财了。一个才300多，冰纸的，而且还加上这个大的了，性价比。要卖可以两三千多，随便卖。我谢谢你，大哥，卖2-3千，带着来一个，走了。欧米巴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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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米巴塞。那都是掉了，我来。